都换为新男友，就帅哥陪吃。都换为当街跟男生跳，玩很开心。要公开跟阿普的关系了吗？竟然是别人。苹果之极有外国粉丝，迟迟等候豆花妹下工，豆花妹很 nice， 跟粉丝合照，然后匆忙上车，赶往另一个片场。哦，竟然外带一位帅哥出场。看起来感情超好的，一起上车是要去哪儿？到另一处又下了车。哦，违规穿越马路，一行人到对面汉堡店开吃。不忘拍照，豆花妹很快就被 take 上传脸书，真面目揭晓，原来是一起拍新世界传出绯闻的潘柏熙。吃饱喝足，准备牵车，嘿嘿嘿，又违规穿越马路了，车来了，快快快！潘柏熙当护豆花使者，搭着豆花妹的肩违规穿越马路。豆花妹透过经纪人道歉，对不起，下次不会违规了。至于和潘柏熙，是相亲后交情一直很好，但没单独出去过。那潘柏熙跟阿普哪个关系好？都很好啦。惹动新闻，跟阿普有单独出去过哦，报道。